眼前这对潮爸潮妈就是林志颖和陈若仪夫妻俩，同时现身上海浦东机场的还有宝贝小小智。下了电梯后，一向护子有加的林志颖主动走在小小智身前替宝贝挡住镜头，小小智也突然表现得极为害羞，抓住爸爸不放，爸爸让我躲一躲嘛。小家伙刚刚四岁就如此有躲避镜头的意识，看来也是块未来之星的料子。看我们几位 uncle 的，像小猪 uncle 啦，钟汉良 uncle 啦， JJ uncle 啦，都很喜欢看他们的 MV， 学他们的动作。对，像什么小猪的 Only Only You 啊，那时候还没有碰到小猪，他就一直看他 Only Only You 的那个动作。对，然后看到小猪还会害羞。看来对娱乐事业，小小智不仅不乏天赋，还饶有兴趣。其实前阵子小小智就已经跟爸爸录制某卫视综艺秀，等到播出恐怕又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节奏，所以这保护工作嘛，务必是要先做起来了。新娱乐在线综合报道。